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是因为自己的创新和研发能力弱。那为什么中国的创新能力弱呢？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它也是个系统性的问题。每个行业和领域，它自己创新能力弱都有自己具体的原因。从整体上来看呢，呃，中国大陆的科技实力在全球属于第四等级，就是在五等级里面，它排倒数第二个，就是第四个等级。 第一等级就是美国嘛，居于核心地位。第二个等级是英法德日这些发达国家。第三等级像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挪威、以色列、韩国这些中等以上发达国家。那中国大陆它是与墨西哥、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第四等级。这个呢，就与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体量很不相称。 其实我们看，不仅是在科技创造力方面，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创造力，同样中国大陆也很匮乏。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呢，要合在一起来看，创造力它本质上是一个东西。人类的创造力，它不管是在科技领域还是人文领域体现出来，它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。它是一种革命精神，意味着对前人的建设性否定。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之下。 这种革命性和否定性的思维被压制，人们被教育驯服，才能够生存立足。所以，当人们的头脑都被调成那个调以后啊，他的民族性格就被抑制了创造力的发挥。事实上，我们看到啊，历史上某个民族他伟大发明涌现的时候，呃，同时呢，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涌现的时代。那目前的中国。 这个中共的意识形态部门控制着教育和一切文化领域，他鼓吹的是服从而不是挑战，所以从整体文化氛围来讲，这是一个对创新不友好的环境。别人研发要花时间花钱，但是中国他通过盗窃一下子就能把这些技术拿到手。那您觉得，就是中国他能够通过盗窃知识产权，真的成为科技强国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要明白。 创新它不仅仅意味着你最后拿到的那个专利成果，它其实指的是一个过程。在创新的过程中，有大量的试错和失败，这个历经挫折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可贵的啊！正是这个过程锻炼了你对某一个领域的深刻独到的见解，它既积淀了你的经验，同时又把你的洞察能力锤炼成熟。啊，以为偷到了设计图纸或者取得了秘密数据。 就掌握了知识，其实是非常大的误解。这就像武侠小说里面写的，呃，偷到了一本武功秘籍啊，一个身体孱孱弱的人就能够练成绝世高手一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创新是一个过程，它内化为人的一种素质，最后它会变成一个科学家共同体的习惯和伦理观念。它是要在一点一滴的日常工作当中去养成的。 啊，另外一个问题是创新呢，它往往是从局部小的地方开始，有踏实的积累之后，才会有更大的突破。啊，假如你是用市场去换外商的技术，你引进成套的技术和产能，像中国汽车工业那种做法一样，你没有局部创新作为积淀，没有这个基础，你是没有办法消化的啊，因为你没办法一起步就去创造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出来嘛。那今后你这个汽车工业要发展怎么办呢？ 你只有持续依赖强制转让技术，或者持续的偷窃，就是别人的技术升级了，你再去偷，再去强迫他转让，因为你自己没有创造能力，那你和这个呃外商在知识产权上的摩擦就会越来越尖锐。其实这就是很多中国领域的现状。当然，你走这条路是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的。